恁内行的，你有听到伊噪音呢啊吼？安尼后一句恁知影无？唔是伊噪音咪啦，伊真咪啦，伊噪音咪啦，你无注意听伊的音乐跳甲咪吗？你拢无尊重哦。下一句就是宕机了啦。那到底要宕到什么时候啦？又宕了啦。我们跳一下看会不会好一点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你问我。我唔知啦，你比较苦恼啦，啊，你比较苦恼，我苦恼是还啦，又还好啦，因为我的迄个作业面都一样拢是时到时当当啊，对，无必再心酸煮寒食苦分离啊，因为这嘛不是真正吼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因为他电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，很奇怪呀、啊。对啊，电子化东西真的是，对啊，他昨天防不胜防，还很正常，我哪知道他今天怎么会一直连续宕？哎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还没办法的话，不然就啊啊！什么东西？要偷要慢菜头呀？自唱啊那样？自啊！我哎，你后一首点什么歌啊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夜总会夜刚来。啊，不过我袂晓走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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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我无甲你起音，你无度路过啊！啊，妹妹叫他，原来是因为你音响欺骗，触电到阮的电脑的电线，哎，有可能哦，让伊发生着。我要讲台语，宕机边啊讲，宕机的几率，啊。阿嬷听无，我讲台语哪有可能听无？阿公在视讯啊！阿公在视，你甲阿嬷讲哦，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八十无奇迹，九十一百满满是。阿嬷身体真健康，嘿，身体健康，食百里吼。喂，身体勇健健无病痛，食哪老哪无命，伊甲我说一下，我怎啊？我怎啊？有人听得无？啊，即摆无要紧。嘿，因为伊搁咧处理伊个，咱搁甲阿嬷搁讲个吼，福如东海千千岁，寿比南山万万年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每一年拢互咱个阿嬷吼，哇，真正是在子孙满堂，富贵吉祥，敢若看到咱只出外拍拼去，咱只个子儿孙，等咱厝吼，阿嬷着健健康康。对。你安尼讲我爱甲安尼。干什么？不是因为搞我另外家呢？伊那滴滴不应当，我已经把我北来所有会晓形容的，我词穷啊！我头一摆主持一点钟，我会晓讲的拢讲完了。安尼会做浪费的无？是不会啊！安尼敢会做垃圾的？对啊，哪会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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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不要讲了，你不要讲刘德华，也不要讲郭富城。哇，你有看他送你什么吗？啊，你就跟他说，哈，你买衣服 ，I love you, I miss you every day forever。我可以啊，能不能去困啊？你是，做人跟摇摇对单啊哈，即马这外国的门叫做哪就当我，我你当真当不在吗？这是讲讲么？啊，你春你你虎嘞？哎、欸，你无啥会记得啊？啊，你爱加注意啦。哎呀、啊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安尼是我的唔对，我的过错。想哪讲？我防不胜防啊！哦，系啊，照你讲，身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，我袂使好话遮尔啊少，我爱甲人咧报第二咧办事，你不敢听啊？我个提来啊，我要及时应。硬上去是啊，你是刚刚一个小时之内全部都挤完了啦，都挤光了啊！你刚刚说的啦，全部都挤光了，都挤光了。
能讲不能讲的哦。我已经开金口，碎金牙，七句连，甚至到八字到十二字的。嘿，我过来就啊，算命师君啊，从正月二日甲就唱到十二月安尼。来，好，咱今日正月初八吼，啊，而且咱讲正好康，要予咱所有好朋友吼，大家荣华富贵，拢总会当贵啊地人吼。来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嘛感谢咱的车主信路，多谢恁的赞助吼。当然，伫遮人满财满，家庭幸福美满，人顺财顺，条条大顺，人旺财旺，家庭幸福，事业兴旺，财顶了哦。我讲到我的演讲大拢收。你看，你看嘛，安尼安尼，我有偌厉害啦！应该是时间够了吧？是安尼吗？但怕这个不是都有他可能时间吗？可能有着是嘛是时间够是一个问题，伊可能感觉这个主持人现在足足啰嗦的，唯一我伊会讲我足啰嗦，一直甲拖累伊的演讲。代表他们的那个香肠关注度很高啊，哦，非常高，非常高。今天一拿粉丝专业可以，我粉丝都在他那一条上面哦，那一条哦，都在那一条上面哦。好啦，今晚我咧跟招商版权所有道路必究，安尼就是应该差不多了，还背下好啊，哦。姑姑你知道吗？我如果等一下再讲版权所有道路必究，安尼差不多已经出来了啦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如果不知道这张给你来，我好啊，因为我讲的跟你讲的可能言辞较无相同嘛。嘿啊，你这卖会当了解吼？是啊，客户啊，新的咯，我你嘞。有啦，拄则嘛去敲电话，还要送下卖时间，对无？啊，人有的人都嫌天温度低啊，哦，系啊，系啊，天气冷啊，袂当即阵袂做咧，含棉罩被啊。啊，讲有诶，迄休十天伊都不营业。结冰啊！哈？结冰啊！我可能爱摕迄个保暖袋，无咱暖暖袋家己捂着烧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觉得渐渐啊，要接近了，有感觉啊。时间已经要接近了，你来看今麦这个画面啊，是哦，雷锋刺红灯，不是命运了，雷锋的刺红灯。过来，伊就要做里面迄个曲号点歌哦，曲号点。哎，我刚刚立刻给你的完全非常是非常熟悉这个画面，立刻对对，我画出来哦，我。连跟你把酒开开，用倒出来画出来。我把酒开开，我都甲一片拢讲伊听。看要对一个 round down， 行到对一个行调，哎，我都拢安尼了解啊哈。哈？哈？没唱他没有跳钢管，他应该不会用这个。他没有，他有插座，没有头。哎，他怎么要这样的呢？哎，我来讲哦。赶快搁袂动起，安尼小威用一个啦，小威会响啦吼。哎，好像有出来了。哎，我即摆吼，哎，我出来了，我会惊到好人吼。来，即条咧行我。来，来，干杯！曾雅雯的歌吼，亚中辉唔敢来哦。看班的啦，是安那。因为他很慢啊，又很慢。哦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催他，所以。即马介绍这位来自咱的嘉义县的嘉义市，啊，住伫咱的四贤路的周围，哎，因家住伫个迄个大楼的八楼，哎，八楼之二已经差不多十平有六十平，啊，你嘉义市算做大间呢？无，因为即马叫我讲较慢呢，我必须要甲你详细介绍啊。在嘉义市算很大间的呢。现在正是六点半，差不多七点到，所以伊伫个五点伊就开始维持点班。哎，对，打扮得妖怪的猫，妖怪猫又来。出门上班要趁钱咯，趁钱啊！即马来到遮，要个一首两首，欢喜就好了，伊就顿灯。顿灯，因为后壁这首要唱是曾雅雯老师的歌，有伫高雄开演唱会，演唱会有开完毕，虽然票无拢总袂到完。哦，你了解到这么详细吗？你想去现场？我讲诶，我讲诶是真诶哦，我嘛不是讲假诶哦。真诶哦，我是讲真的啦。是啊，啊，只是说因为他叫我要放慢速度讲嘛，那所以我就是要
很详细的把它分解的说，嗯，哎，这首它比较冷门，嗯，如果在詹雅文老师的所有的歌，他的歌都比较较慢的快靠，对啊，啊，佮渗透了音感迄个，哦，系啊，感情可以震动，有缘袂当相对，无缘袂当做伙，哈，嘿，有咧想佮无多动荡，因为爱做工过，种种的因素，滴数着无多相隔分离两地。刘南跟织女吗？有啊。所以我是说有三片银彩啊，就是这种艺术啊，就是这个艺术啊。看哈尼吼，就只老的冰冰扁扁的歌啦。哦，系啊。嘿，小伟也无用你的啦，用小伟的啦，用手机啊啦。系啊，系啊。我鼓励了解吼。你有没有？我是我的线没办法。你的线？我苹果，但是我无下载迄个呢。你讲点歌迄个程序吗？啊，有我有。来，天气真冷啊！我行手机咧行嘛是跳跳上去啊！